当我出差，我把八丑寄养在朋友家的大别野里了，正好赶上我搬家，八丑就一直住在三哥家，已经跟三哥难舍难分了。后续来了，我终于搬完家了，八丑的好日就要到头了，我要领八丑回家了。走了，八丑，走回家了，快点！跑什么呀？回家，大哥，跟我走了。看得出来是真的不想走，不想走也是他硬拽也得走，走也得走，不走也得走。啊，跟三哥说拜拜，三哥跟他说拜拜，走。车门关上的那一刻，这破天的富贵再也不是你的了。八婶，我们要回家了，开心吗？我们从大别野里回到我们80平米的出租屋了。哎呀，下一个，下一个。八婶说：“你看我笑得出来吗？”